小朋友一个一个围伫咧纸箱啊边啊，并且组织幼儿园六岁班的囡仔，制作人龄人赛道具。舞龙舞狮是属于那种一种的华人传统文化，让他们自己制作舞龙舞狮，是因为让他们有更具体的概念说，说龙长成怎样，然后呢，就让他们更投入的去参与，从头到尾。两只纸箱龙，小朋友给伊生命力，中华传统文化为游戏当中学习。刚才我们在表演舞龙舞狮。我们表演舞龙舞狮，是因为我们要庆祝新年。舞龙跟女婿都很难吗？拿的时候很难，很重。阿德拉姆是班上唯一五级插班生，第一次接触中华文化，一切拢真新奇。Tarian naga ini untuk apa punya？Tahun baru Cina. Kamu pernah main tarian naga ini sebelum? Tidak pernah. 从他整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他很认真的在参与，即使是有一些他不怎么明白的地方，他也是很积极的去参与我们的活动。春节，囡仔变成小小的团体者，过年的味也融合了跨族群的文化交流。台新闻黄义晴马来西亚报道。